从上学到工作，我们用过哪些桌子？儿童专属学习桌、电脑桌、工作台、办公桌。经常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就需要换一个桌子，因为不同的工作需求。那么，有没有一张桌子能够为您提供一个完整化的一个系统呢？让我们有请我们奥美丽办公家具的升降桌。那么，由我们升降桌来看，首先是它的专属的地脚设计。不同于其他家的普通地脚，我们采用的是压柱地脚。对于腿型设计来说，我们有独特的椭圆形设计，当然我们也有矩形腿、圆腿这样的不同的设计方案以及不同的色彩化的需求。我们的桌板采用的是防泼板材料，28毫米的加厚厚度，同时为您提供一个更加稳定的工作环境。对于我们的升降桌横梁，可以从1.2米一直调节到1.8米，为您提供不同的定制化需求。升降桌的高度可以从最低60毫米、60厘米，一直到最高1.2米，满足您从幼儿园、小学、初高中甚至工作后的不同的高度要求。同时，我们的升降桌运行平稳，还有防碰撞功能。想要了解升降桌更多资讯，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电话。